表情控管真的很强很强，真的很强。他有一个很严重的、很强的地方是他的眼睛会锁定，就是我感觉锁烂锁烂，是你的眼睛在锁定他锁的。不是不是，你听我说，那种感觉就很像是是你的眼睛在锁定。我怎么没有感觉到啊？一个掩体探出去要打那个人的时候呢，结果他先锁了我的那种感觉。真的假的？你们有被锁到吗？我没有。他好像你们有被锁到吗？没有吧？哎呦，好锁！终于露出马脚啦。好了，我们这个2023年，然后括号下半年哦，很精准，非常优秀的所有女实况主们。就是今年他们作品一定要是今年六月之后。那我昨天给你的临时新增的一个非常强烈的选手，你有丢进去吗？啊，班长，我觉得那一套不够强。可是我觉得那套很强哎、欸。哇，你们现在就搞场外加分了、啊。对啊，你们直接搞场外了是怎么样啊？啊，我们平常没事，我就在看这些东西啊。确实，确实。哦这个是谁啊？好，村长，村长，這個、村长，姓李啊，当然一定赢啊，这里面毛选。我们这个是台港澳嘛，应该没有韩国的嘛。中文台，中文台，中文台 ，OK，OK，OK、okay, okay, okay。哇，村长很难输。这个是秒杀了啦，我觉得这個，我觉得这个，嗯，直接高下立判了。我觉得这个裤子有点，哦，好好好，哎呀，哎呀，投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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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没看。这没办法了，太强了，村长。这个应该也是保底四强吧？我们猪猪帮的参赛作品，可是他不是有一个那个是万圣节还是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给他的就是你要讲那个。他就是万圣节、哦，但是我觉得万圣节靠，怎么不是那个啊？那个超美的嘞，那不是那个、啊。我刚刚就在讲这个东西。哇，你赶快拿出来看哦，我没看过哦。等一下吧，因为这个等一下如果下一轮有加分题啊。对，确实确实确实，我没看过哦。好动了，怎么没有万圣节啊？对，这个是谁？海丽尔，海丽尔，你也是辛苦你了。对，遇到。那我看一下右边，我还没见识过。好，我看一下，这个真的要看，真的要看。我今天也在重播，很厉害耶！我不知道他竟然不知道他这么屌，厉不厉害？这个哦，这个很没有，他不用特别会跳舞，他会这样就好了。确实，他只要可以离开技能，不是很多人会的呢。再回去，那律动其实是有看得出来，他其实是不是智障。啊，有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特别问他，我说你事情有练吗？他说没怎么练。这个动作一般人也做不出来啊。我、哦、这个我也撑不久。什么你也撑不久？我发现我也撑，对，他那个动作我撑，他那个动作我也撑不久。哦，不是很扯哎、欸，就认识那么多久了，出去那么多次了，活动都有碰到，不讲一下自己这么神的哦，这个常这样子。那、啊、你这样下次看到他会有不一样的眼神吗？会。会哦，会尴尬，可、哦、会尴尬，会尴尬，尴尬个屁、啊！没有，你就是像话筒一样，不要讲话就好了。尴尬个屁！平常哎、欸、没有，因为之前认识就很像小妹妹一样，就可能讲屁话，称兄道弟讲个屁话。现在问题是跟他聊天的时候没办法讲屁话。你说你原本他在你心目中是个女孩，现在变女人了，对对对，或者是小朋友，或者是男生 okay, 小男生聊天，真的、啊，这没办法。啊，抱歉了，金野姐姐，你为什么一开始就道歉了？对不起、啊，因为他没有要看右边了。我。我靠，这个哎、欸，哎呦，哎呦，这个输不了。我靠，这个影分身，我靠，打 combo 嘞！我靠，靠，这影分身有 combo。他这个还带冷具，你知道吗？靠呀，他这个是叫两影分身帮他搓螺旋丸啊，靠腰嘞，用脚搓的，而且还大玉螺旋丸嘞。因为你知道他的全家那个姐妹的基因都超超。哇哦！干嘛啦？完美讲，他跟韩妹最大不同点，你知道什么吗？纯天然的。有没有纯天然啊？我真的太纯了。不是你加工一下了？就在等你讲这句话。加工也不对，投票加工也不对。嚯，阿姨掉出来了哎！吼，哪片玻璃这么好擦、啊？还要转过去擦、啊？对，啊，没错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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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看一下这擦，继续擦。你是不是这段有看过？有啊，看过，怎么可能没看过啊？如果我是国中生、高中生，我会选右边；但是我已经出社会了，我会选左边。哦，对，你是大人了。我是大人，我是大人。OK， 但我必须说，我觉得那个啦，我觉得这一把是那个左边教学局，就是镜头跟镜子，就是完美。完美对比，玩的什么？就左边教学局，看这个环境，人家好好一个踩地雷高手，
现在要变成这个样子，到底是谁害的？这个环境怎么可以变成这样？哦、他是踩地雷高手，他踩地雷跟鬼一样哎、欸，他是跟鬼一样，他现在已经要变成，他已经要 cosplay 了哎、欸，对啊，已经要变成这样了哎、欸，这是海梦的那个吧？对，这么惨的吗？现在来突袭的女生不跳舞都不能活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也没有说不跳舞不能活，那跳舞很容易活得更好，活得不好，跳舞很容易可以活得更好。有些东西就是你一碰了你就回不去了嘛，对不对？歪神歪西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到底是三小啦？来超度的，但我只能说，你有开分身就可以参赛。OK， 不是，我发现一件事情，左边在超度，右边是小道士。哦，真的耶，这个是佛祖对决，真神仙对决。然后拿桃木剑，对，真神仙对决，在敲木，神仙打架。看，我要投给，我要投给一。他们不只有查克拉，他们还有法力，法力无边。我的票给你好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你现在是主持群，我没有票，我没有票。我没有投票权，为什么？我没有公民权。你投啦，你投啦。李玉馨，你老婆教得很好呢。我怎么有呢？我没有，我只是抱持一个纯欣赏的态度啊。我是，确实，你怎么可以教得这么乖啊？好像我真的太坏了。我不知道。哦。难受了吧？难受了。这边还没四强就要先下去一个。哇。不行，不能 F 五啊，这种 F 五。哇啊，那我们要投票咯，老板 ，OK， 可以了吗？可以。我们先一个一个开好了 ，Tommy 请开。Tommy 是乔西，没错。啊，绿宝请开。绿宝是哈肯，这个是你是比较跟右边比较熟，你是跟左边比较熟吧？不是，我是可以讲什么东西的。没办法，我跟他先讲，你来，我讲，他讲，因为左边厉害的这个招数，我觉得右边也可以办到。然后他的影片整体也比较强，所以我选右边。是，好，那我跟你讲，因为左边他很少这么做。所以它反差很大，再加上如果未来它的设备齐全的话，我觉得不输右边。硬体设备更新，我觉得它现在应该是可以吊打90%以上的跳台。所以是二一。我选乔西啊。啊，你是选的？我选二。你选二。他多了腿的舞蹈，我觉得差在这边。哦。对，也是完整性的部分。对啊，他可能这边比较可惜一点点了。加分题，赶紧的，先看一下加分题哦。我靠！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等一下仔细看，仔细看，哇！你看到没有？看一下，我看不到啊。就是没有要让你那么轻松看到啊。等一下，看到没有？还没动，不要暂停，骨头不要暂停。看一下，你们都挡到我了，我是前面的，你跟我都没有。来，哇哇，冲啊！再次，回10秒是不是？对，我要控下那个秒数哦。你没去前面又怎么样？哇！这一套最猛的不是在那些其他花里胡哨的。对，我以为他有弄干净，他没有弄干净。没有，不干净，不干净。什么不干净啊？他不是不干净，是很干净，很干净，很干净。没清洁。那我们四强就是 ET 米饼、乔西跟村长，对吧？对，我选完，真的。对。好，来3、2、1，请。这边是1111111哦，恭喜ET冠亚，猪猪榜来了，永居，这才是冠亚军对决吧？对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就才是冠亚今天的决战了。东哥，你现在只有一个分页，只有一个荧幕，他很烦恼，没办法，一定要把一个分页关掉。他很烦恼哎，真的很难选，真的很难选啦，这怎么选啦？真的很难选，你选出来哦，这真的难选，深坑选出来啊，我选不出来，这真的很难选，这真的很难选。有没有加分题啊？我觉得要靠加分题，我现在思绪一直被疯狂轰炸。哇靠！这个是可以播的吗？两边都震动起来了啦。两边都在震哦。两边都在震啦，很强，真的很强，我真的选不起来。哇，怎么有办法做这样三个视角？这样哇的。我的妈呀！你也剪？哇靠！这个嘴巴，我天哪！谁剪的？剪得那么好啊！他刚嘴巴咬那个不止8公分吧？哦，这个抖。哦。干，今天圣诞节，他是耶诞红，我就圣诞树哎。对啊。
看我是圣诞树，我是穿绿色的、啊。你想当一棵圣诞树？我超想当圣诞树的、啊。哦，看他就是我 LED。村长那边有加分吗？有人给吗？他给蛮多的。这个不就是现在的吗？这是 right now 的。他剪个衣服直接就换了。他表情控管真的很强很强，真的很强。他有一个很严重的、很强的地方是他的眼睛会锁定。就是我感觉锁烂，锁烂，是你的眼睛在锁定他锁的，不是不是，你听我说，那种感觉就很像是，是你的眼睛在锁定、我怎么没有感觉到啊？一个掩体探出去，要打那个人的时候呢，结果他先锁了我的那种感觉。真的假的？你们有被锁到吗？我没有，他好像你有被锁到吗？没有吧？哎呦，好锁！终于露出马脚了，二女生，哎呀，你搞错，我好久练的，我果真的下去了。出来啊！想要当一匹脱缰的野马，你真的是嗜血生哥哎！哎呀，太嗜血了！你看得好认真啊！他锁定你了吗？锁定你了！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没有，那个是一种最强的感觉。左闪右闪啊！锁定你了！你能懂我当你在家真的很痛苦啦，可惜啦！好啦，好啦，还好啦，就是。哎，堂妹。有没有锁？很锁、哦。正拳出击哦！正拳出击哦！哦，这个还有神！哇哇哇哇！哎呀哎呀哎呀！哇，哎呀，好懂哦！他还有听诊器耶，还有冷具耶，还有了哎！对，他有冷具耶，真的病了，没有看过。我想去看耳鼻喉科，真命的。这听诊器是这样带的、欸，没有，他马尾真的太强了，很强很强，他马尾真的太强了，马尾就是甩动，很自然。因为我觉得看一看，好像乔西真的是一开始那个参赛作品最屌，但是村长那个我觉得是护士那个最强，他那个一勒我就十二了。他一勒十二，一勒十二，谁受得了、啊？好，那我们要来投票喽。3、2、1，请投票。1、1、1、2，恭喜乔西，乔西，你将当上第一个投影。哦，真的很难啊！哎、欸，毫无悬念呢。我觉得来之前我就猜这两个、欸，真的、哦。你本来就预测是这样子吗、但我觉得这个应该没有悬念，因为我觉得那个在我这边这边啦，右边那边是靠修女服赢的啦。他没有修女服，他打不到这么后面的。我是觉得我心目中已经结束了。你说你的人生啊？差不多了。那要投票了，我可以，可以，我可以。谁是一，谁是二？一小七，二一婷。来，好好好，请投票喽！3、2、1，请。1、2、1，恭喜我们的星火影乔西。好啦，那我们这个以上纯粹个人主观、完全没有任何的公正性，也没有任何公平性，也没有任何的指标性，就是自己想要水时间开实况。有任何的走心跟破防，我们都不是故意的，對，非常抱歉啊！如果真的要寄传票的话，寄给东哥，陈学义，大家不用担心，他付得起。那我们这个所有参赛实况组都非常的有料，希望大家如果今天有看到哪一位实况组非常喜欢的话，一定要去支持他们，追随或者是订阅都可以的哦。你说，没错，拜拜，拜拜。